苍岭哥哥，苍岭哥哥，保重。他日愿得见剑心门，重振旗鼓，仙风不改，见世人倾心。 他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是被江武打伤的。厉晨岚，他的伤似乎和你的差不多。那很严重吗？无妨，留在门中休息几日便可。你们两个出去。为啥？你们太吵了。你们扶他下去休息。 慢点儿，石溪。李晨岚，你之前黑气四溢的样子，是不是吃了新山江武的苦头？你若是没有吃了他的苦头，那你便是和心魔有关。现在你还要瞒着我？ 好，算我倒霉。九天树已经把你的内息掏空了，今日你不要使用功法，不然神仙都救不了你。我自有分寸。这件事情不要让招摇知道，我怕他会担心。现在还有闲心担心别人呢，你好自为之吧。 来人！门主，我要去江州城，着任以御风树为家，所以我前去。是。陈岚，你命暗罗卫追杀叛教余孽，这可不是你的作风。林子玉对招摇积怨极深，招摇历经千辛万苦才回来，他的身边。
不能有任何隐患。九天术之后，你的心魔可有扰你的心境吗？暂无大碍。好吧，我这就命人去追查林子玉的下落。不过我不希望这是你的心魔致使你做的决策。阿荣，赵瑶已经回来，不如你陪我一起回万龙门多待些时日。不了，月珠还在这儿。门主惹你不开心了。陈兰哪是会惹人生气的性子，我只是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的话。小猪，你看阿荣皱眉头的样子真难看。小马，阿荣是我们的朋友，他不开心了，我们要逗他笑。哼，那怎么才能逗他笑呢？他每次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会笑，呵呵呵呵。阿荣，你看，小马和小猪也等着听后面的故事呢。月珠。月珠，南月教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后来小马来了个英雄救美，救走了小猪，从此小马和小猪就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，阿荣？没有。啊，没有。那后来呢？小猪死了。君欲行远方，不问君归期，但问君来生。唉，你要问他来生什么事啊？我想问，我和苍岭哥哥还会有来生吗？